钱给我，钱给我。行了，钱给你。临走前记四叔一句话啊，人长得越来越帅了，把脾气再改改，我就完美。四叔，你刚才说啥？说你把脾气改改，你就完美了。不是，往前倒一句。说你长得越来越帅了。我越来越帅了？那可不咋的，我看现在还越来越像个明星呢。谁呀？吴亦凡。四叔，50块钱给你，再给我想想办法。小倩儿啊，这50块钱我绝对不会让你白花啊！你也知道你四叔常在江湖走，遍地是朋友。啥意思啊？就是说呀，这锁我打不开，我实在不行，给你找个人开。赶紧找人啊！我现在就打电话啊。好嘞。哎，老五啊，这儿有一个开箱子的活，30块钱啊。行，你赶紧过来。四叔，你一天能骗多少钱？倩儿，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挣完钱不得请你喝酒吗？你挣我钱请我喝酒啊？那行。哎，我跟你说，我给你介绍这个人啊，老厉害了。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那就没有他开不开的箱子。真的？那可不咋。我是一个木匠，在我的世界里，我认为所有的事物都能用一套完美的数学公式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开箱子。四哥，五哥，啥辈儿啊？哎呀，四哥，哎呀，我地板，我地板。那个老五，你可算来了，今天这事儿啊特别着急，要不我都不能请你出山。四哥别着急。我着急？兄弟，遇事别着急啊。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我都能用一套完美的数学公式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啊。今天谁的事儿？他的事儿，他的事儿。你好。一点都不好，箱子锁上了。开锁呀，开锁，那更简单了。我用一套公式，假设这个锁是 X， 钥匙是 Y， 想要找到钥匙 Y， 那么用斯坦科维亚定律 ，Y 就等于 X 乘以 cos 的平方值，再乘以根号下的派。啥意思啊？就是说没有钥匙开不开。你给我出去！不是。老五，你干啥呀？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不是说你什么箱子都能开吗？我是木匠，锁我开不开，箱子我能给它锯开。出去，就出去。四哥，我看出来了，今天这儿我也待不了，真是应了那句老话，长得帅的人脾气都大。回来。你刚才说啥？我说你脾气大，咋的？不是这句。上一句，我说你人长得帅，咋的？你也看出来了。刚才四叔刚夸我说我长得像吴亦凡。你可不像吴亦凡，你哪长得像吴亦凡呢？你说谁不像吴亦凡呢？明明长得像鹿晗。进来，坐着。兄弟，麻烦你了啊，给我开开的，想想办法。对，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呀？你给想一想。那个锁我是开不开了，不行我找个人吧。你找谁呀？六弟。哎呀妈，六弟这个人可老厉害了啊！我听说啊，六弟就在开锁行业那是这个，就别说你家这小锁了，绑那个老虎笼子那大锁人家都开过，那可真厉害，住了30来年院。不，你不跟我开玩笑吗？四哥，你出去待一会儿吧，行吗？凉快凉快。哎哎，四哥，我打电话啊。靠谱不？这人六弟啊，你搁哪呢？我这有个活开锁，对，10块钱活，你赶紧的。四哥啊，马上就到。五哥，六弟。最美不过夕阳。
六弟呀、啊？啊，我忘给你介绍了，我姓张，我叫张五哥。我姓宋，我叫宋六弟。你俩咋认识的呀？闲言少叙，办正事儿。给谁开锁呀？六弟，给他开锁。你躲开！哎，我得问你两句啊。你是这家主人呐？啊，姓啥？我叫王小倩。问你姓啥，没问你叫啥，这个磨叽啊！大爷，你快点呗。今年多大了？27。有缘呐！嗯、啊，有缘。你看啊，你27，我72。这就等于说是我和你有缘呐、啊，我和你有份。大爷，大爷，你别唱了，咱开箱子行不？咋这么猴急呢？我不得问清楚了吗？不能谁让开都开，在这方面我受过伤。当年呐、啊，就是没问清楚就开，给我开1万去了。那咱先开锁行不行？这个我们都可以作证，这个箱子绝对没有危险。我们给你作证，你别开吧。那行，咱们就开锁。开锁。哪个锁啊？来这个，我抽。哎呦，我的妈！多好的箱子！大爷，别看箱子，看锁。对。怎么都问我箱子来呢？这把锁我曾经开过，历史悠久，它生产于1976年秋天，那是一个秋天，树叶还在缠绵。大爷，没让你开唱，让你开箱子啊！你要开不开，你就回家吧。啊？你要开不开就回家吧。你说啥？没事了，没事就别说话。帮我开的。找的啥人啊都啊？不是，你就把箱子给他打开就完了呗。跟你说呀，不是我不开，这锁年头太长，这是锁王。啊，要想开锁王啊，必须做到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来，站好了。今天我们兄弟四人，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哎呦我的妈呀！不是，太吓人了你呀、啊！他都多大岁数了？我们可跟你同不起呀、啊！完了！今天这箱子是打不开了，咋的呢？一是叫你们给破了，就差最后一个字儿了。那咋办呢？咋办？打电话。哎呀，不是，哎，哥四个，这儿有个开锁的硬活，赶紧过来，一人2块钱，快点啊！马上就到。对，等还等一下，马上就到。来，这个，快给我整。赶紧上箱子，没事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我说瞅你们七个人咋这么眼熟呢？小米粒儿，你这个时候来干啥呀？还整这个发型，配合他们演蛇精呢？演啥蛇精啊？是不是你哭着喊着让我陪你看演唱会的？啊！八级大风啊！我在门口等了4个小时都没看见你，你看没？我这头发吹的。那啥，小米粒啊，你再回去吹一会儿去。他们七兄弟已经聚齐了，箱子肯定能打开。什么箱子？啥箱子？就这个箱子。这里边有演唱会的门票，你也知道这票特别难买，我怕它丢了就锁箱子里边了。我一想啊，万一钥匙丢了呢？我把钥匙也锁里边了，你说我尖不尖？尖个屁！当我想取票的时候才知道没有钥匙根本打不开箱子。那你倒是找开锁公司啊。关键问题来了，我四叔说的啥都能干，
开了7个小时没开开，结果开来了七兄弟。七兄弟，你倒是开呀！不是我们这啥意思？这个东西还好吗？你说的先办，咱们别说我，对，要是我倒是我来。开开了，小美丽，还是你厉害，走，开演唱会，走走。开啥演唱会？都散场了。王永倩，我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到，是不是又有人夸你长得帅了？啊！夸你几句你就找不着北了？不是，小美丽，这些你先别生气。王永倩不一直有些毛病吗？再别气。四哥，你说你也是，你好好修你的马桶呗，你跑这来修什么锁呢？你干一行就得钻一行。没有那金刚钻，你就别揽那瓷器活，踏踏实实的靠自己的本事挣点钱多好。还有你们几个，搁这还装什么葫芦娃呀？我看你们整个就是个江南奇怪，长点心吧。小明啊，小明，你先等一会儿，等我一会儿啊。哥几个今天不好意思了啊，让大家白跑一趟。这么的，你们先回去吧，过两天我请你们吃饭。我们先走了，四哥，没帮上你忙。这不好意思啊，走吧，哥几个，拜拜啊。今天这事儿对不起了啊，我给你添麻烦了。这50块钱，四叔还你，不好意思啊。没事儿，我都已经习惯了。我觉得世间万物都能用一个合理的方式给他一个完美的解释。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啥也不是。嘿嘿嘿，快乐是个宝贝，谁找到了谁不累。对对对，快乐是个蛋糕，谁分享谁就嗨嘿。都是身边最快乐的人，嘿，快乐。